卓老师有一个意见是特别对的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听了老师们的话，我知道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不应该一有啥事儿就摔门而走。以后我会改的，多在家陪陪你跟孩子。其实我不是说非得去上班，我就非得跟你讲这个劲儿。其实咱俩有的时候矛盾挺好解决的。我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，我发疯的时候我抱着孩子，你抱着我挺好的。其实我感觉没有夫妻不吵架，但是你不能说一个月都不理我，就跟刚才老师说的，我没有人说话，只能跟你说话，真的确实是这样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还是得打断你们啊，一会儿再报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吧，各位，请见证。来，这个送给你们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，一定要好好的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多好。